这段他们应该会挨挨讲。好的，哎，来，哎呀，不撑了，骑到灯塔那段，体力体力，我起来抽车都定杆了，啊，又来了。上坡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不会吧？这段他们应该会挨挨讲。一起啊！不要等 Alan 哥他们，你们先走，你们走前面。来了来了。啊！好厉害！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用推的，用推的，用推的。哎呀，不撑了，有车了，海林哥，哪有比较轻松？五烂，才三点五，才三点五。那我们推一公里，骑一公里，好不好？上坡先推了，推到平地再骑啊。嗯，太累了。又骑到灯塔那段，体力，体力。我起来抽车都定杆了，没办法。好了，上吧上吧上吧，一鼓作气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好好好，推一点是一点。哦，脚软嘞，不要浪费这一小段，休息可以抽掉一小段嘛。真的，你看一只鞋啊，走多少？算这边多少？这边算 OK 耶，还是坡啊，还是上坡，哦、还是坡。还是坡，怎么搞啊？我们回头算了。啊，这是为了节目效果又要吹牛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因为今天啊。你体力很好嘛？稍微的，赢一下，打败。吹牛吹那么久，有点挫折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一段叫什么？我要永远记起来。这叫夺命连环坡，喉痛。转过去就起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每一个弯都这样讲，好，那我们讲几次？原来人生的上坡是这么难走的。对，忘记我们刚刚的事情了。我们刚出门啊，比较平，比较平。哎，刚出门，刚出门，哎，好好，真好哎。啊，下坡，哇，耶，到了，下山了，到了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。我那时候觉得你的肺活量超赞，真的，是不是？真的超赞。腿不行，嘴很行。我不是停下来讲，我是一边骑一边讲。你那时候在推车，我要是不抱怨的话，我搞不好那时候在推车，在走路，推车，推车，推车的时候啊。推车。对啊，这个大家没有穿卡鞋，所以有些上坡的实力没办法发挥。在车的时候，其实又没有穿卡鞋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做队员的要贴心。OK， 知道队长的心意，没错。他在安抚我们，让他休息一下。这边有力气，废话那么多啊！他从刚刚讲到现在没有。亮哥是要给我们一个台阶下，我是怕你们这样子会没有人要台阶啊，太受打击，以后不想骑了。不会啊，我讲一个老实话，你们在前面看到你们推车哦，气就泄了。对，就是真的真的，我们害不是你们害的，我事实上我也骑不动了。对啊，看到你们推车，但是我互相影响啊，会互相影响。对啊，我都借关心哥哥们之名行休息之时。我还以为他要行凶呢，他假意停在那边看我们。对，还要帅气有没有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会，我包。这个人还好吗？是不是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我们等下这边休息完，是真的要去吃豆花。要，好不好？豆花一定要吃，还有猪油饭。哎，哦呦，我可太吃得下了。不要了，猪油吃不下了，这个时候自己的油都还没用完。其实油都，你真的要吃啊？你可以吃他的猪油啊。油都还没用完，好厉害，这个好好笑。